好帅哦！李佳琦老师的行李箱，然后说让我们要互换，啊，互换箱子，打开看看，有不祥的预感。我是真没打开，不知道里边有什么。哎，哦，我这里面能看得见吗，白哥？都是综艺点的，连口罩都给你准备好了。我，这是你的马吗？这童话。上六到四五都能上。哎，这也还挺好的。这还行，我这个其实都还挺好的。对。你看，还给你准备了紧身牛仔裤。我的最爱是吗？嗯。那就简单一点，直接。花衬衫配那个细裤子，正好配白哥这鞋的这裤子。嗯嗯嗯，来吧，白哥。昨天我们两个也体验了换行李箱，没错，因为我现在身上所有的衣服呢，都是来自于我们今天的潮流发现官白敬亭的，欢迎白敬亭。哇！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演员白敬亭。小白今天也换了我们的行李箱，对对。哦，他们三个换了行李箱。哇！这个好看。哇！好好看哦。那你平时搭这一些比较难驾驭的衣服，你是怎么搭的？我可能会选一些比较廓形的西装，或者就是比较复古的西装，然后把领子放在外面。有时候纯色的西装需要去点缀一下色彩，用亮色来点缀。对对对。交换行李箱这一部分，把一个本不属于自己风格的物品，能展现的有他自己的感觉，这是一点。但是给了这些条条框框，还是在做自己的，我觉得这点其实挺难的。我们 Justin 身上这一套，你有什么故事要分享的吗？觉得特别需要讲一讲的。其实这个主要是就是为了综艺了。啊，我就刚好选到了这件。所以那我身上的呢？单品就这件西装吧。对，因为我是第一次，我品牌成立了之后，我第一次拍照，然后就穿的这件西装，然后里面那也是我第一次露腹肌啊。露腹肌啊？哎，露腹肌的照片，请问大哥。没有，我们小白哥的行李箱，要不然让敬亭哥介绍一下。哇，他真的带了一整箱的鞋子，这么多。这双球鞋是我跟邵老师我们一起合作做的一双球鞋，这算是首次跟大家见面。哇哦，跟邵老师的渊源就是来自这一件2016年秋冬季的他的一件雨衣。当时我在买手店里面是，都是国外的品牌，嗯哼，唯一一件我觉得就是让我特别自豪、特别有归属感的一件我们自己的这种潮流品牌。这世界很酷。